北京大学音像出版社出版《医学汉语实习篇》一，莫秀英主编。第一课，今天您觉得怎么样？一，生词语：负责、病例。 呼吸厉害，胸口痰干咳，诊断肺炎，肺失罗音，量体温，继续拍 X 光片，片状模糊阴影。 感觉症状。二课文一绘画。早上好，马医生，早上,早上好。这是外国留学生阿普杜拉。这是五号床的江海山先生。您好，您好。 阿卜杜拉是负责五号床的实习生，有什么事可以跟他说。哦，好。您是哪国人？我是巴基斯坦人，我的汉语不太好。您跟我说话请慢一点儿好吗？您的汉语说得非常好，我都听懂了，谢谢。 这是白瑞蒂，这是六号床的王晶先生。您好，我是印度留学生。您好，白瑞蒂负责六号床，王先生，您可以跟他说说您的身体情况。二绘画。王先生，我看了您的病历，您是昨天住院的，对吗？ 对，昨天入院时我发高烧四十度，觉得呼吸很急，咳嗽也很厉害，胸口疼吗？有没有痰？咳嗽厉害时胸口疼，主要是干咳，痰不多。病历上写的诊断是肺炎，今天您觉得怎么样？ 昨天打针吃药后，今天觉得好点儿了。我再给您听听肺，嗯，跟昨天一样，还是有湿罗音。来，再量量体温。我觉得头有点疼，咳嗽还是很厉害。哦，三十八点九度，您觉得呼吸怎么样？还是比较急。 咳嗽的时候，胸口还疼吗？疼。您先休息一下，继续打针吃药。我去把您的情况告诉马医生。三，成段表达。马老师，刚才我看了六号床的病历，还问了问他今天的情况。他昨天入院时体温四十度，觉得呼吸比较急。 咳嗽很厉害，咳嗽时胸口疼，但痰不多，主要是干咳，肺部有湿罗音。昨天拍的 X 光片上能看到肺部有小片状模糊阴影，诊断是肺炎。刚才我问他今天的情况时，他说打针用药后感觉好一点了，但还是有头疼、干咳。 呼吸比较急，胸口疼等症状。我给他听了肺有湿罗音，体温是三十八点九度。我叫他先好好休息，继续打针吃药。四练习一听与读：量体温，拍 X 光片，肺部有湿罗音。 肺部有小片状模糊阴影，有胸口疼的症状，有头疼的症状，有发高烧的症状，有咳嗽的症状，有肺炎的症状。觉得怎么样？觉得呼吸怎么样？觉得好点儿了。觉得头有点疼，觉得呼吸比较急，觉得咳嗽很厉害。 再给你听听，再给你量量，再给你看看。